这是奶，然后这个黑黑的，咱就说这个是，巧克力啊，一口咬下去，太香了，太美味了，太好吃了。特别好吃。特别的好吃。姐姐的事情一会儿私信我啊，私信我就告诉你们。网络有点卡，我的网络有点卡顿。来，咱直播间的东西啊，全部都是9.9米的，家人们，全部都是9.9米的。来，这个山药坚果丸子啊，这个也特别好吃。太好吃了。妈给你介绍那个，你妈给你姐介绍那个的小，好，你跟那个小小挺好的，啥意思呀？这个是山药坚果丸子啊，特别好吃，太好吃了。我妈给我解释说我不知道啊，我是不知道了。太好吃了，家人们，特别好吃。他有辣子，那不是辣的。俺们这里是干嘛？俺们这一年的学习的是干嘛？赶紧去拍照嘛，太好吃了。家里那些人都在吃汤圆。坚果丸子啊，这个是坚果丸子，也是满满的一档箱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？满满一档箱，知道吧？今晚不吃饭吗？没有，因为今天忙这忙那的，有点那个啥，忙不过来。然后他们就在吃汤圆，没做饭，看起来很不错。对，看起来这个看起来不错，我们看，拆出来就这样子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特别好吃的，知道吧？好多，特别的多。然后它这个箱子又大，那个小箱子又大，哦，满满的，满满的。知道吧，特别好吃的。问了怎么不回？什么问了不怎么不回呀、啊？看起来不错，这个特别好吃的。
这也是撒庄的，我吃过很香的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很香的，这个是什么你们知道吗？这是坚果丸子。姐姐怎么了？姐姐没怎么，你们私信我啊，我私，你们私我，你们私信我就行了啊，你们私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可以吗？私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猜出来就是这样子的。等一下啊，家人们。猜出来就是这样子的啊，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来，就是，这个就是挂上去的那个一毛一样，知道吧？一毛一样，特别好吃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坚果丸子。太好吃了，妈的真的太好吃了，你看这什么来呀，我不是一个，你看吧，捏过去张张张，他个喽，洗发水不喽，赶紧去拍吧，我也不想多说了，想吃的你们就会。就是怎么说呢，你们想吃的你们就会，我不用说你们都会拍的，知道吧？小花车在哪？在这里，在左下方有一个小花车，看到没有？有个小黄车，然后一号链接、二号链接、三号链接都有，什么都有啊，都有的啊，你们放放心心，你们就去拍吧，放心的去拍啊。这里人多，然后就耳朵长，所以我不想在这里说。你卖东西必须要吃吗？我不吃，我不吃，他们怎么买啊？啊？你跟我说一下呗，我不吃，我怎么卖？你怎么都不说开什么直播？我开不开直播的，你管得着吗？你也要管是吗？我开直播开。开不开直播的，你管那么宽干什么？是不是？啊，我怎么你了？不要说你姐姐的事情，那人家问你你不说，那你怎么管不着？我说不说是我的事儿，我想不想说，我想说我就说，我不想说，我他妈就不说，怎么了？啊？说那么多干什么啊？我在这里说那么多干什么？有什么用啊？有些人他是嘴巴长，在这里带一下节奏，在那里带一下节奏，你不说你就下播，我下不下播你管得着吗？啊，你管那么宽是吧？管那么宽干什么啊？我是你仇人还是怎么的啊？我是你谁呀？我是你谁呀？啊，我就随便让你说是吧？真的有些人他就说的很过分，知道吗？其实我不想说那么多的，你的姐姐怎么了？我的姐姐怎么了是吧？我的姐姐生病了可以了吗？你说就更多了，
对呀，我说我这样说我就那个啥了，知道吧？我没必要说那么多，说白了真的有些人他就嘴巴是很长的，只是咱们不知道他嘴巴长，他在这里搅一下，搅屎棍一下，在这里搅一下，在那里搅一下的，知道吧？来啊，叔叔爱哥姐们，929个人没给阿一墨点关注的也关注一下，没拍到的赶紧去拍啊，没拍到的你们赶紧去拍啊。家人们，你姐流产了，流什么产啊？真的是对家人们态度要放好，我态度已经很好了，但是有些人他就真的那个啥，知道吧？不要管太宽了，说白了真的不要管太宽了，真的有些时候咱们要是咱们要就是怎么说呢，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在网上说的，知道吧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在网上说的，有些话不能说，有些话能说，知道吗？那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？之前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？对不对？那我昨天都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这样子的，我那样子的时候，那谁来谁来理解我啊？那个时候谁来理解我？有人理解我吗？有人理解我一开播就有那么多人骂人的时候吗？有人理解吗？也没有人。也没有人理解我，永远都是我自己一个人。知道吧？我虽然是他妹妹，但是我也不能管那么宽，管那么多，对不对？赶紧去啊，叔叔爱哥姐们，拍点零食，咱们就是说啊，理解，互相理解，对不对？人家问我姐姐，你就说人家也会关心你的，我知道呀，这些我都其实都很，我自己心里面都清楚的很，知道吧？其实那些东西我自己心里面很清楚的，真的。大家都是一样的，说白了，真的，说实话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也是人，我也是人，对不对？至少嘛，每个人都有私心，那肯定是留点心眼儿。每个人都有心眼，这个世界上哪有人没有心眼的？啊，这个世界上哪里没有人没有心眼的，根本就没有啊！每个人都自私那么一点儿，怎么了？对不对？只是说有些东西在网络上啊。有些东西它是虚拟的，只是说你们就没有看到过那些，你们还在，反正你们就是怎么说呢，哪里热闹你们就去哪里，这种我自己心里面也清楚。其实真的我也不想说的那么难听，知道吧？今天大妆很好，今天没有化妆哦，阿一墨今天没有化妆哦，知道吧？说白了，谁理解我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的我的成就就是什么？我的成就还不是有了点粉丝，我得到了什么嘛，对吧？我也没得到什么呀，是不是？我也没得到什么呀，对不对？知道吧？加油主播，谢谢。来啊，家人们，赶紧拍咱们家的这个丸子，家人们，赶紧去拍咱们家的这个山药丸子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没拍到的赶紧去拍，家里面老人小孩都可以吃的，这个是无糖的，知道吧？无糖的，叔叔爱哥姐们，你们就放放心心吃就好了。
上面都已经写的有了，知道吧？咱就说无糖啊，家人们，你们就放放心心的去吃啊！加油，妹妹，谢谢你们，我会自己加油的，我会自力更生，知道吧？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，每个人在网络上也是不容易的，说白了，真的，就像网络乞丐，我们就是网络乞丐，真的，我说白了一点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说白了一点，我们就像乞丐一样，把商品都放在这上面。虽然说这个也是很好吃的，但是我说的不好听，我就是乞丐，我在要饭，真的，我就这么耿直，我什么都能说，说白了我就是在要饭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我这样子还不是一样，每个主播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我的话，我是卖好商品，对不对？我自己也良心过得去，对吧？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干嘛要骂一个女孩子？没事儿啊，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知道，不想说。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，说白了，真的只有为了自己，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没有别的啊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为了报应，就是为了利益，然后就是说为了生活。为了生活，为了利益啊，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。在这个网络时代，现在是什么时代？现在是网络时代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我也不想活在虚拟之中，我什么话都能说。说白了，我就是个网络乞丐，知道吧？就这么简单啊！好酷的。没去拍的，你们就赶紧去拍吧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我也没必要骗你们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吃，我觉得好吃，特别好吃，我也不会在这里卖，我自己良心也过不去。我觉得不好吃，你们也不会喜欢的话，你们要是不喜欢，你们就不要去买；喜欢的话，你们就去买就完事了。你们没必要这样子骂我，这样子骂我。姐姐是谁打伤的？我不知道是谁打伤的，知道吧？你对阿伟太坏了，我对谁坏？我对谁不坏？别人对我坏的时候呢？啊？那别人对我坏的时候去哪里了？那个车不是我砸的，说白了那个车也不是我砸的，那个车我不想说啊，那个车不是我砸的就行了，只是说没办法，因为对吧，有些东西它是虚拟的嘛，不一定网络上的东西全部都是真实的，看看就好了。知道吧，家人们，有些东西它是虚拟的，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就好，反正你们也不要再那个啥，知道吧？不要看得太那个啥了。你这些是杀主题的。反正你们看看就好了啊，有些东西的话啊，知道吧？家人们，赶紧去拍吧啊！赶紧去拍，特别好吃的，你觉得好吃吗？不干，他已经带了，让着能让着能爱我的么？这个么？那么子的？是你搞的，你自己认了，我凭什么要认？那还不是因为。哥，你这次吃你个的，别，我乖，是你让他吃自己有个，拍了平常心，好，不是你搞的鬼，阿伟和你姐姐早就分开了，从始至终啊，我姐他们两个就根本就没有在一起过。对啊，你们是，我跟你说白了，我跟你们说吧，我是配角，我又不是主角，对不对？我肯定要把自己的人设搞坏一点，搞坏一点，衬托别人的好，你们才会喜欢那个人呀，是不是？
难道不是吗？难道我说的不是吗？你跟他们说，我说的是真的，知道吧？千万不要相信每一个人，也许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，啊，也许你在视频中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，知道吗？你们懂就好，知道吧？你们懂就好。然后你们开心就好，你们怎么开心你们就怎么来嘛。说白了，我说多了，就是废话。